堂主，堂主啊！慌什么？回被邢江峰和赵统那厮给联手设计了。什么？邢江峰背后是炎龙，炎龙会不会跟赵统有关系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？哼，还用得着问？啊，我早就说了，赵统这个人阴着呢，还有炎龙那小子，也不是什么善茬。虎爷也是，他偏不听。这回行了，我们哥俩帮主没当上，倒成了老帮主的陪葬。炎龙这招釜底抽薪可真绝呀！少爷，这是您要的酒。嗯，既然已经撕破了脸，那今晚是一定要拼出个你死我活了。你跟了我几年了？五年。谢蛇爷。记着，从今以后咱爷儿俩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蛇爷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蛇爷。喝。喝呀。啊，是。好管家，今儿你不死，就是蛇爷我死，只能拿你顶替蛇爷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蛇爷不会让你白死的。兄弟们，都起来吧！谢帮主。你们都是我炎龙的兄弟，兄弟就不应该分彼此。日后只要有我炎龙一口热汤，众兄弟就绝对不会喝凉的。谢帮主。告辞。回总堂。青儿。你的事办完了？嗯，办完了。还要走？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？嗯，晚上我等你回来。好。原来如此。蛇爷，那不是赵统吗？这赵总捕怎么跟这个娘们儿有来往呢？帮主，免礼，都起来吧。谢帮主。独龙帮的兄弟都是一家人，就不应该分彼此。有饭
大家一块吃，有难大家一起扛，有银子大家一起花。所以独龙帮以后不设分堂，帮中兄弟不分家。好好，够义气。好一个独龙帮不分堂，堂中兄弟不分家。炎龙，就凭你一句话就把我兄弟的地盘全给吞了，你就不怕撑死啊？蛇堂主，你我什么我？是不是很奇怪我还活着没被毒死啊？蛇堂主，今日可是我独龙帮的大日子。我当然知道今天是独龙帮的大日子，我这不特意送上一份大礼吗？你们不想看看我给你们送来什么礼物？打开。这是那个救了严帮主的大夫吗？真巧，巧！各位，巧！此女救了严龙的性命，且与刑府堂主关系甚密。可你们知不知道，此女是个细作？蛇头，话不能乱说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哼，嗯。